all you wanna do is just meet me at the大家晚安，大家好，我的肚子已经快要炸裂了，炸裂我的肚子，真的炸裂我的肚子。还没吃晚餐，请大家原谅我。我爱了什么？跟你自首一件事情，我执着了。怎么啦？怎么啦？哦，真的是那个来就是很饿，但是吃了东西都觉得好想吐啊。今天有点好看吗？我的肚子有一点痛，噔噔，我的真的肚子有一点痛。来吧，等你的资讯啊！我的什么资讯？宝贝们，大家等。大家等我一下哦，等我一下哦。原本公演，我买了9点多的飞机票，但因为有人只有礼拜天晚场，所以我多买了一张10点多的飞机票。Oh my god！ 不要闹了，你真的是，你怎么可以？这个人拖出去打了，没有东西接，一个木一个玉怎么念啊？瑞玉嘛，那怎么字怎么念？好，报告，拖不动。等你一辈子，等我一辈子，拖不动是什么意思？但10点多的机票，我还是可能要提早离开。没事，然后又。是不是跟你们说了是哪一个月？你不要忘记前30秒说过的话。你不是说要把它拖出去打？请原谅我忘记了前30秒说过的话。嘿嘿嘿，我真的忘了。但我怕12月也是这样。Oh my god！ 别说了，别说了，我害怕。当然是，当然是。你先讲一个，再讲一个，然后我告诉你是前面那个还是后面那个，可以吗？有机会这样子玩吗？前面那个，前面那一个，前面那一个，12月有班吗？哪一个的？不用这样，耶！嗨嗨，嗨 Ruby，Hello Kingdom Max，Hello 大福哥，谢谢你的告白气球 ，Thank you，Thank you。哦，你是说
紫色那边吗？你在嗯我吗？吓我一跳，我以为我被骂。紫色那边吗？谢谢西恩的千纸鹤，欢迎 Max。没有。张可爱今天学我嘟嘴，结果嘞，有装可爱吗？还是真可爱？他是装可爱还是真可爱了？两天都没有，没有我。他说看到我都要学。十二月都没吗？都没哦，好棒，不用飞了。对，我等等贴，贴什么？赞。哦，你说那个嘟嘴贴文吗？想看，好好笑哦。谢谢嘎逼的四叶草跟爱心，不对，谢谢艾萨克的爱心米糖，太宝宝，猛的，吼吼，还有公演啊，他的意思说不用连两礼拜飞吧，真的是，哎，不好说哦，还真的不好说。握手会有多少人帮我来跟你求婚？他们来跟你对我说跟你求婚的话，你觉得这合理吗？他们要你嫁给他，不是我嫁给他。跨年我不来 ，OK。那么问题二，医院呢？因为这个我现在没有办法回答你们，因为现在目前呢有一点棘手的问题，所以呢这个棘手的问题呢就是说可能会有可能也会没有，有一点棘手，对，有点棘手，这个我可能要之后确认一下时间才能告诉你们有还是没有，因为现在这真的一月这个比较尴尬一点，之后再跟你讲，这超爆棘手吧。要卖票了，那么我想一下哦，什么时候开始卖票，有可能的就好。我跟你讲真的有点尴尬，真的是一半一半，就是呢应该说这样子讲，就是本来应该是有但有可能会没有，因为可能要换时间，五号是不是，看一下五号，哇好赶啊，来不及告诉你们啊，我想一下哦，不走新宣言先签，哇对，所以我现在就是还没有办法跟大家确定，大家有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是两天可能都会有，但是可能两天都会没有，这样，就是要不就是两天都有，要不就两天都没有，这样。哎，这不是废话吗？哎，不对，这不是废话，这不一定。对，其实不太明白，确定什么？班表，班表。那直接说是哪两天如何？对啊，就是四号五号不是吗？应该就是四号五号啊。在有之前都没有，好像有道理哈，我也觉得。在有之前都是没有，什么办法？对啊，因为我可能如果有，就是四号五号都有；那如果没有，就是四号五号都会没有，因为就有一点卡时间，所以我现在就是有一点尴尬。大家能明白我的意思吗？四号撞什么演唱会？我怎么不知道？什么演唱会？什么演唱会？出来讲清楚，说明白哦！啊，我的肌肉掉了！还好这里有卫生纸。如果四号、五号没有换，会换到十八、十九吗？我看一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容我来瞅瞅啊，我来瞅瞅。哎呦，我那天本来可能就是应该是有的哦。哇，叫痒痒痒，痒痒痒痒，痒痒痒痒。欧米伽怎么办？我想笑，我想刷，我爽爽爽，我爽一刷，爽一刷，爽爽爽。我看看哦。不行，我看看哦。哦，等一下，这个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他说 "God"， 但你理解成也没错。江美琪的你不懂。咦？你刚刚说我没有说，我是说 God， Oh my God！ 但你理解成也没错。哎，哦哟，绵羊真的是难是什么意思？绵羊真的是男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很新颖的讲话方式 ？Oh my god！ 等一下，等一下，哎，五年来我还是了解你的，哎，我要哭了啦！哦，流下眼泪喽！什么东西？你们在笑什么？毕竟我是萌新啊。就说 "Oh my God, God, not not"， 呸！握手会好玩吗？超好玩啊！真的觉得超有趣的，就大家来进来的，哎一下，哎一下，哎又走了一下，哎又进来的，哎又拜拜一下，哎。嗨八八是什么意思？所以四五不确定，十八九确定一定有，对不对？对。但是有一天我可能会不在那个舞台上。我看一下，有一天我不在舞台上，有一天我会在，有一天我可能会在包厢里。哎，等我确定一下，决定下哟，我确定一下下哟哟哟，我决定一下下哟哟哟哟。对，第一天在包厢里面，但十八十九感觉 ，Oh my god！ 我要去玩几场游戏就玩掉一张券了，哇哇，不小心的啊啊啊啊，就过去了。包厢在站要去，刚去看才发现一月有好多紫色表演哦。啊，真假的？因为有很多紫色表演吗？我怎么不知道？紫色比赛啊、哦，紫色比赛，最好先说是跟谁？哎，哪个部分？哎，什么意思？哦，你说我跟谁？我跟谁一起偷懒是吗？不是偷懒，一起那个吗？秘密的包厢吗？好，我来看一下。来看看一下啊！啊，好紧张哦！我现在还没跟他聊到天呢，啊，好紧张哦！希望我们到时候会是 bestie， she will be my baby， and I will love you。快告诉他，告诉浩浩，我刚刚嘴型说的是谁？你刚刚看出来吗？还是没有？有看出来吗？但没事啦，你要知道我还是深爱着你。嘴上说说都容易，哼，
等等，现在是已经说到明年一月了吗？没有，我们现在已经说到明年二哦，对啊，一月，明年一月，对，不是二月。哦，没看出来吗？哪有啊，兄弟已经跟我已经是 bestie 了。没有，我自己说，我自己说，应该是吧？我自己觉得是的啦，我觉得我们现在感情蛮好的哦。自认为。Hello， 代班。看完还是不知道。居然不是那谁吗？哪谁？晚安晚安，早安早安，晚安晚安，宝宝。哎呦，差点给掉。不是。谢谢祖祖握我，也谢谢你来握我。喔喔喔喔，谢谢伯承。唉，你不要喜欢果果什么，我会帮你跟果果说的。范卢范卢张爱爱吗？不是张爱爱。你要英文还中，你们要英文还中文？英文还中文？英文的话是，中文是 ，OK， 这样大家应该知道了吧？毕竟我们都是叠字小伙伴，哦，是吗？但我还是要小英的签名，帕图鲁姆，喂，不可能，不可能，那你要来啊，你要来我们球赛啊，对，来球赛我就帮你跟他讲，说哎可以吗？哎，哎杰克，你懂我心。你懂我心，真是太感动之也。猪猪抱歉，这是握手会跟。Oh my god！ 你这个去谈恋爱了，这个快一点。Oh my god！ 对啦对啦，是啦是啦，我终于跟上了，受不了，一直在等你，黑杰克。好啦，我该问的都问了，我可以安心的。哎哎哎哎，呸呸，突然呸呸呸，突然呸呸呸。第一天，对象重要，主主有其他人我。啊，也是，没有办法反驳，但也是了，也是了，我确实受不了啦，你受不了哦，受不了，糟糕哦。可是我到现在都没有紫竹的签名，哎，只有紫竹写的手卡，哎，对啊，我之后看能不能再办这种抽奖活动，就是我之前呢，就是在节日的时候呢，我就会办一些，就直播，然后跟大家抽奖，然后呢，我就会抽出三个，然后但是我可能，比如说像圣诞节或是万圣节这种，我就会准备三份小糖果跟一个手写卡片。然后呢，我就会抽出三个人这样。对，我之前有办过，就是在另外一个一个是就是另外一个就是新走了，新走了，完蛋了，字都颠倒了，看这个哇，完蛋了，中文造纸坏掉了。那明年期待我的抽奖，可以啊，我明年，但我应该都是节日办哦，就是比如说，我想想看哦，等一下，我现在我不能乱讲话，等一下，我先不讲正确的，就反正就是有可能节日啦，对对对，没错没错，月月，你对我们上新闻有什么看法？就是。他应该生日会的时候来拍，哎，没有啦，开玩笑的。那时候你已经真情流露，感觉明年就有机会给你生日礼物。很多得死打，对不起，不要揍我，不要揍我，不要揍我啦，不要揍我，没有，没有。
竟然没有打马赛克，过分。哎、欸，我怎么从这句话里面听到了喜悦？是我的问题吗？好奇怪哦。咒诅诅不休，不休不休是吧？咒诅诅不休，笑死！吓死了，真的。好啦，很开心，其实蛮开心的。然后你知道，竹妈就说：“那你为什么没有看镜头？”然后那个，我因为我给竹妈看那个影片嘛，然后竹妈就说：“我就说哦，我都不知道。”他说：“你为什么会不知道？你怎么可以不知道？”我说：“妈，有没有可能他在我的后面？有没有可能摄影机在我后面？有没有可能其实我是背对相机的？”做做做加一，没事吧？眼睛不用打吧，蛮好笑的。但我蛮喜欢的，开心开心。有拍到有拍到，开心开心。妈妈，我好像没有办法再吃肉了哎、欸，我吃一点面可能就差不多了，我已经快要呕吐了。我要先吃止痛药。我等一下先吃止痛药。来吃一点面。是说圈圈有训练到可以办撸猫会了吗？圈圈这个可能就是没有办法的，可能三也可以，但他现在还没打完疫苗。嗯，嗯，这不得不说。牛排店的这个外送啊，面还可以做得如此好吃，真的是不容易，真的是有个世界级好，哎呦，世界级好吃哎、欸，天哪，疯掉！嗯，食量变小，不是，我不是食量变小，我是真的有一点，我每次月月来的时候都会，怎么讲，有点吃不下，想吐想吐。是说哈利波特联名有去应学生证吗 ？Of course， 啊、哦，这肯定要的吧。小姐声音小一点，还好吐。要给你的东西不符合公司的规定哦。已经玩到张小宝的，真假的哦，好可爱哦。不过说真的，其实我以前在张小宝养小鸟之前，我说真的，其实我不太敢碰鸟，就是我不太敢去就摸鸟这样，因为我会。我不知道欸，小时候其实我跟小鸟们蛮抱歉大哥，蛮合得来的这样，就是怎么讲，就是我们很 match 这样，然后因为我的奶奶有养鸟这样，然后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哦，就是忽然间有一次，就是我在买那个蚕宝宝的桑葚叶的时候，我有跟大家讲嘛，然后呢，可是台中的快闪店没有转单。真的假的？好可惜哦！那个转蛋真的 ，Oh my god， 超好玩！你知道我那时候本来啊玩了一次之后，我就跟林婷婷说：“林婷婷，我想再玩，我现在立刻要再去买三个那个扭蛋的那个代币这样。”然后我就直接被林婷婷说：“不要闹了，已经抽过了，停止，够了。”你已经有了，因为后来他把那个他的那个他把他抽到的那个钱钱兽送我了，然后他就说你已经有了，你不要再抽了，好了，你想再去抽，没有，他就是不准我抽了，反正本来想说你知道吗，就是看能不能抽到一只大只的喵咪送给他，就说不用了，有了，好了，停，我就 OK。
我们家宝贝说不可以再抽了，我就好吧。他有一部带泡泡在身上，真的假的？哎，很强啊，真的。我是不是应该要真的训练一下？怎么可以那么可爱啊？好，我努力把袁三爷训练到像嬷嬷那样，好不好？好凶哦，没有啦，他就是他对我说话就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他只有对最亲近的人才会这样子说话。我就是他最亲近的人，硬要讲没有啦，开玩笑的。我就是他最亲近的人呐、啊，这是实话啦，没有开玩笑，没有在跟你们开玩笑。林婷婷真的好可爱。难怪你都爱凶我，哎、欸，这好像不太一样，就是纯粹是因为你喜欢我凶你而已，就是的部分。话说朋友这次握手会帮好多人带我，跟你讲，你知道你朋友一进来，你们两个是怎么相认的吗？我说，他就说我是艾萨克的朋友，我就说你就是，他就说没错，我就是猪耳朵。OK， 你朋友现在的绰号叫猪耳朵。看你吃东西，害我越来越饿了。So delicious, yum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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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mmy。真的，我在看电脑零件的开箱文，听你的 ASMR。好吃，非常的好吃，赞。话说，我还是觉得沙优好可怜，我也这么觉得。就是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嘞？就是我知道身高刚刚好，但你们怎么可以所有人把相机放在他头上？秃顶怎么办？然后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啦，开玩笑。沙优宝宝没有，你会头发很茂密的，我开玩笑的哦。还好我也在吃饭，真的、哦。你吃什么？不要叫他跟猪有关的外号，他会生气。Oh my god！ 那巧克力球，哎，他是巧克力球吗？他是给我们什么？足球巧克力是吗？这么可爱的脚架世界上这个，我是说他在外面等好可怜哦。对呀、啊，好可怜哦。谁呀、啊？麦当劳不是脚架的部分，是说你自己不是也跟 Style 说到球场当脚架？我哪有啊？我说我们到时候球场见，我哪有说到球场当脚架？我说我们到时候可以球场见，我没有说脚架哦，你们。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小坏蛋，我们家车宝宝这么可爱，怎么可以用身高霸凌他呢？嗯，对，我也是用身高霸凌他其中之一。你们这些小坏蛋，怎么可以让他秃顶呢？没有，开玩笑，开玩笑的，开玩笑，没有啦，就是 kidding。嗯，我必须跟大家分享，你知道最近那个 Karina 有 Karina 的那个橘子歌，你知道吗？我觉得唱超级好听的，我用 short 看看好了，因为我怕他那个。没有，他这个没有从头开始。我看一下这个吗？抱歉，没有广告啊，没有啊，这个不是我的广告啊。人家会秃顶，一定是你说太多次的关系。我被张小爱，张可爱小英的模仿影片笑死，超好笑。哎，他真的，我哪有？不是 flower。한근이봤어긴장되게동갑모르겠아그치엔스
혹시등장给大家听这首歌。橘子哥。그거아세요잠깐만개인적으로그냥가볍게부탁을드린저한테는하리나씨오시니까불러달라고그걸제가직접보면할게요그거아세요귤에붙어있는하얀거이름은귤락입니다没有感冒对不起我插播一下是因为就是我月月来的时候现在就是会有一些小小的症状就是这个症状就是我很容易过敏所以只要有一点点过敏的东西我就是直接就是大爆掉然后加上我这几天就是进出的环境就是灰尘就比较多这样所以就整个大过敏这样握手会舞台二期只欠一个人你有什么看法有什么看法吗这个吗我很抱歉猪耳朵饼干足球巧克力黑芝麻啊，鳕鱼丝那还叫鳕鱼丝这首仔细听哦是제대로부를게요할게요그거아세요귤에붙어있는하얀거이름은귤락입니다철도가에쓰는세알이었고하와이안기장캐나다에서만들었죠제가또계란을기가막히게삶습니다미아빠안경썼어요오늘아침숙해고好的这首歌的歌词是什么呢我来为大家解释一下他说你知道吗橘子上面白白的那个东西叫做妈咪一个蜜一个绞丝旁蜜布一个个怎么念个是哪个个各位的个绞丝旁一个个落好橘子上白白的东西叫做橘络年糕冰淇淋之前有三颗夏威夷是谁夏威夷披萨是加拿大发明的然后后面然后我很会做水煮蛋的我有一个很会做水煮蛋的这个技巧我的爸爸戴着眼镜今天早上挖了艾草有没有很深情我好爱我最近狂听他虽然这个只有这样一小段但我真的超级爱这一段音档我真的超级无敌爱我跟你讲我最近真的从那个 UP 开始我觉得我开始被 Karina 圈粉我说怎么可以这么可爱的一个人我跟你讲我就是喜欢这种喜欢怪哥的人啊，怎么办我真的太爱他了我本来还只是觉得哇他真的好漂亮我很喜欢他直到他喜欢这种怪哥开始天哪我已经入坑了有我我只看你一个女生抱歉没有关系那等你 cover 我还能再听一次啊这好难哦好啦可以啊下次来 cover 一下超级喜欢卡琳娜的卡琳娜哦那喜欢怪哥也不是第一次了还喜欢的就跟你唱好运来一样我就说吧有一些特别的歌要有特别的人才有懂得欣赏哎没错好喜欢哦怎么会那么喜欢对不起我刚沉浸在那个橘子歌里面 Oh my god 真的超好听真的超好听的
真的超好听的。大家好开心哦！完了，整段歌词我只记得夏威夷披萨，因为我刚说什么夏威夷吗？夏威夷披萨。现场唱蛋饼之歌啊！不信竹马 K 你，我才不要嘞、欸！我才不要嘞、欸！竹马今天难得在家、欸，不行，我等一下把他逼疯。宝宝们，我真的等一下，我看一下我们下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啊？我们的 next time 下次见面就是二号、三号、五六七八、九号、十号，有什么事情吗？怎么办？我直接失忆耶！我没有什么事情吗？九号、十号，哦，我们下次见面就是九号、十号的耶。等一下耶，我要赶快练习嘞！啊，妈咪，我再两个礼拜我就要去那个嘞，球场嘞。我是说那个。T 十二那个诗雅跟我讲的那个，哇！我地震吗？是自己在摇还是地震？地震有吗？真假？刚刚就有了，我在想到是我在头晕。我也以为耶。哇！糟糕了，糟糕了，糟了个糟糕！赶快练，赶快练，赶快练！哦哦，好紧张！哦哦哦，好紧张！嗯，好啦，我等一下大概播到九点半，我就差不多要关掉，因为我等一下很多事情还没有处理完。我跟大家说，我觉得。我现在还不能说什么，但是我觉得大家应该会，哇，没事，你跳错会有人笑你。哎、欸，不要，要练习的东西也太多了。对啊，我到现在，我现在还在，紧张。加油，加油 ，OK， 加油，加油。糟糕了，我现在糟糕了。又要这样哦！我跟你讲，哇哇，我可以说是超级用心，但是我不能说最用心，但我只能说超级用心啊！十二强值得去吗？门票好贵哦。嗯，其实这个我现在也还不知道，我们就是状态到底是发生个什么样子，所以我好像没有办法告诉你，我现在还没办法。就是用一个就是我还知道的状态下去推荐大家去这个地方，我只能说先等等，因为我现在还搞不太清楚要干嘛。对，但是我说的不是这件事情，我说的是一个，呜，我跟你们说，哦，哇，对啊，不过不行，我要提示你们，但我不能提示你们，但我真的很想提示你们。好了，我提示你们。我提示你们了，我要来提示喽！三二一，七彩的微风，侧着脸轻轻吹拂，想溜走，溜到没有纷扰的角落。这就是我的，这就是我的提示。就哦，啊、哦！我跟你们说，哇哦！哇，你要出写真集哦！哇，哎、欸，那哎、欸，其实我之前曾经有想过这个问题，哎，就是要不要出写真集这件事情，就是可能让我稍微锻炼一下我的身材，交男朋友了，你不知道吗？你怎么可以不知道？我是林婷的老公，哎，我怎么交男朋友嘞？这是什么问题？开玩笑的啦。只是唱歌不模仿露娜，我们还是好。只是唱歌不模仿露娜，我们还是好朋友。什么意思？只是唱歌不模仿露娜，我们还是好朋友。什么意思？写真集等马甲线回来再说啦。哎、欸，没有礼貌。有一个人在呛我，谁？是谁在呛我？
啊，好像是叫露雅啦，乱叫人家的名字。猪猪美人鱼吗？猪猪美人鱼怎么了？猪猪美人鱼怎么了？请问猪猪美人鱼怎么了？救命！对不起，我现在脑袋里面是그거아세요겨울도이는아예고는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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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是这样唱吗？我也忘记怎么唱了。但我现在脑海里面都是그거아세요。露米，你要经过是不是？哦，吓我一跳，吓我一跳！你要看无声电视哦。你是不是没有看过蔡面面模仿猪猪美人鱼？没有。露娜，我记得我请我朋友送的是妙丽的魔杖。对不起，我打嗝。珍珠美人鱼哦，珍珠美人鱼吗？屁格屁格，可爱可爱。그거아세요？我真的觉得 ，Oh my god！ 大家不行，我现在真的，我现在也是有秘密的女人了。哎，好笑！我现在也是有秘密的女人，好刺激哦，刺激哦！秘密的女人，我是有秘密的女人。你有秘密，我不要跟你好了。哎、欸，等一下，等下，等下，等下！啊、哦，不行，哦，不行，我不能，哦，不行，不行！我跟你们讲，我以为我们之间没有秘密，不行，这真的要秘密，这真的要秘密，这没有办法，这个真的必须要秘密，这真的，这真的不行不行，我会被杀死，我真的会被杀死，不行！你好烦哦，不行不行不行！我最好压不下来耶，天哪，这是什么自我陶醉？秘密没关系，不要便秘就好啊！不行耶，我现在月月来之前都会便秘，这是我造成很大的困扰。不要笑，还是你关播？哎，我像是朱克力吗？哇塞，猪猪耶！我也不想，我不想看到你了耶，怎么办？我做错了什么？我做错了什么要你这样对我？究竟是什么？讨厌，讨厌吗？这样子吗？我是学障碍，讨厌吗？讨厌就对了。现在人是讨厌的小女儿，哎，没有了，讨厌的那叫什么？讨厌的那叫什么？哎呀，讨厌的女生那叫什么？我现在就是讨厌的，讨厌的，有点机车的女生，这样子，确实挺讨厌。啊、哦，没礼貌！你这样我会难过哦。小茶茶吗？哎，不行，不能这样说。我觉得绿茶其实就是蛮厉害的，就是他们很知道说用一些不会伤害人的言语去叙述一些事情，这样子。但是如果后面再加一个字，就是一个再加一个字的话，就是可能就不太好，我们就不要做出一些伤，用这种方式去做出伤害人的事情。但我觉得绿茶没有问题，然后绿茶后面不要再加那个字，我觉得就完美。大家知道吗 ？Watch 是什么？我是回答你的问题，不是说你。你回答我什么问题？AHQ 是什么意思 ？AHQ 看一下 ，AHQ 么？
吃葡萄绿茶。你说绿茶族吗？你才绿茶族嘞！你是绿茶，你是绿茶王。回甘最对味。哎，那是绿茶王的吗？是吗？煮竹茶不起来吧？这么三八，那抹茶会不会比较好听？可以，抹茶，茶里王，茶里王，我刚刚说什么？我刚刚说什么？绿茶王哦，对不起，绿茶王哦，绿茶王没有这个牌子是不是？哦 ，AHQ 是电竞战队哦，真的假的？你好，你好，卡嘎鲁，绿茶王是什么新牌子？对不起，查理王啊！哦哟，查理王不是绿茶王，等一下，哎，不是绿茶王，刚刚真的让我忽然间觉得，就是你知道吗？让我忽然间很亲切，我很想说应该对，应该就是叫绿茶王了吧？不是吗？不是绿茶王吗？原来是我是 AHQ 的粉丝哎，真的假的？他们打得很强吗？其实我没有在看电竞，但是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我曾经去电竞比赛班，就是当那个地讲员，然后曾经在现场看他们就是颁他们电竞的游戏比赛的奖，这样是谁的天之觉醒？那只小宝宝，你要来吗？来，那只来，那只来，妈咪抱抱，那只来，那只来，那只来，好啊，不来，赞哦。你是颁给 Faker 吗？不是，查理王该找你带了吧？有御茶员呐、啊。哎，那个回什么什么回甘什么最对？什么回甘的那个？糟糕，我连广告词都背不起来。那个回甘的那个是哪一个家牌子？回甘广告，回甘。广告，查理王的吗？不做精技术，对能运回没那么容易。没错，你变苗条了。这是技术。人体实验证实，不必六周，两周后，我会改喝查理王。查理王日式绿茶，鲜爽回甘。是绿茶，绿是绿茶，绿茶王不是绿茶王，查理王，徐若瑄的是不是？徐若瑄的广告，徐若瑄回甘，回甘吗？第一口就回甘。保留新鲜茶味，甘甜不涩。甘甜不涩，真的第一口就回甘。哦，真的第一口就回甘。OK。还有什么？我记得有一个什么回甘，然后什么？哎，徐若瑄是御茶员哦。查理王，我记得有一个什么什么回甘，什么什么什么最对味吗？什么不是最对味？有笑头。谁说人生只有一种味道？做喜欢的事，回心中的甘。啊，好难哦，我。最熟悉的麦什么？熟悉的麦香最对味，变甜了。不是什么回甘，什么？还是真的就是第一口就回甘？不是。哎，怎么办？我想不起来那个广告词。哎，往上爬，往上爬，看一下。回甘是花瓶，回甘是花瓶是什么意思？回甘就像现泡。哎，对，
这是谁的？这是谁的？回甘就像仙泡是谁的 ？Yes, that's right. 回甘就像仙泡，御茶园是不是？是不是御茶园的？回甘就像仙泡。喝茶吗？仙泡都。不用麻烦了，现泡最好，最回甘。不用麻烦了，现泡的好。啊，真的不用。查理王，回甘就像现泡。对啦，回甘就像现泡。查理王啊，绿茶广告研究报告。查理王，查理王，他是查理王的吗？哎，查理王的。喝茶吗？那是查理王，查理王 I love you。 我就说吧，不愧是绿茶王，查理王啊，查理王啦，受不了欸。是谁说绿茶？我怎么说？谁啊？如此这般，如此这般，如此这般，不排除准备收信了。 I love you baby baby baby， 快回头看我一眼，将望向他的视线就降落我身边。绿茶王等你来开发，等我来开发是什么意思？对不起，这次是我的锅，没有，是我说的，我也以为是御茶园，不是，对不起，是查理王，对不起。嘿嘿，哈哈哈哈哈啊哈哈哈，这样有救吗？哈哈，嘻嘻，不嘻嘻，没事，等你开一间绿茶王，不是现泡却像现泡，绿茶王。怎么样，这 slogan 没找你代言，不要打广告，茶圈王。不要跟张少彤请西西，不要跟张少，不要跟少彤请西西是什么意思？宝宝好久不见，想你了。我也好久不见，学米宝宝抢，不要跟少彤抢西西哦，西西不西西，所以毕业要开手摇哦。绿茶王听起来像手摇吗？不行，我是叫什么？是工厂，我是跟查理王一样的工厂，我是绿茶王，不是现泡，却像现泡，最对味。只是这直播能讲态度这么多广告，没事吧？以上纯属不小心提到，完全没有代言问题，拜拜。以上拜拜，嘟嘟哦，嘟嘟嘟嘟。太多，那我是不是应该要帮御茶园再讲几个？哈啊！可是如果还有别的怎么办？比如纯吃茶，听到祖祖毕业有一点小小的难过，但是没关系，我们把这种小小的难过放在心里面，然后我们一起笑到最后吧，各位，各位啊！听得我一堆圈圈茶茶。今天的直播给出一个新的报告，查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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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查？今天的直播的新的报告，查回甘绿茶王。你变心了，你的荔圈奶茶苦苦了啊！荔圈奶茶其实也蛮好喝的，我不得不说，原三爷茶谱啊，还是我应该叫三爷茶，还是圈圈茶？茶回甘就像现泡，真的好吃，好吃，好喝。王纳兹还是那我应该讲，我应该开一个三爷茶馆，开一个三爷茶馆，
开一个纳兹甜甜圈店，一个圈圈，圈圈有什么？圈圈夜市。对不起，我应该开一个圈圈。妈咪，你觉得圈圈第一个会想到的是什么？三爷要开茶铺，纳兹要开甜甜圈店，那圈圈应该要开什么？圈圈烧。啊？嗯。圆圈圈饰品铺，还是哦，圈圈烧肉感觉好像不错哎。套圈圈啊，所以我才说圈圈夜市啊。绿茶好像怪怪的，你说圈圈绿茶吗？不行，不行，圈圈要开女仆店哦。圈圈叉叉烧，哎，好可爱哦，圈圈叉叉烧，好可爱，好棒哦。那他应该是大阪烧。还是铁板烧，还是铜锣烧？哎，铜锣烧好像不错。祖竹是开绿茶店，祖竹就是开绿茶王了没？跟你们这边都没在专心听。三爷是茶馆，他是现泡的，祖竹不是现泡的。祖竹是不是现泡，但却像现泡的。圈圈披萨，茶味十足。哎、欸，很赞哎！圈圈开章鱼烧了，哎、欸，章鱼烧好像也不错。圈圈女王，绿茶女王不是圈圈女王，绿茶女王，绿茶女王就是我啊，好烦哦！我的 slogan 都想好了、欸，祖竹是被我泡的，这个好像有点不太好，不给过，这感觉没有很新鲜的感觉。祖竹是绿茶王，这可以，这个好像也有点不太对。这个 slogan 啊，我的绿茶王，主竹就是绿茶，不行啦，这个不对，我觉得不行，我觉得都太笼统了，太笼统，我要有一个新颖一点的，你们还有吗？你们的稿嘛，你们的文案，你们的这个叫什么？你们这个案子我退掉了，是案子吗？哎，设计有这里有学设计的吗？这里，你们的设计，你们设计被退了。主竹有洗头，就像没洗头一样。哎，这很想反驳你，却不知该如何反驳。嗯，你们的提案，你们的提案被 ban 了，被 ban 了。越来越歪了，绿茶女王为你现泡，这就不是现泡的，不能骗人，我们不能欺骗消费者。竹竹是被我品尝的，这个跟绿茶上有点没有什么关系。绿茶是被我品，对啊，这个感觉不太对。这个再想，这个好像也不行，这个感觉对我也觉得有点怪怪的。这个好像有一点到位了，但是又有点没有什么到位的感觉。提案，我跟太宝宝视觉设计，那请问如果你们的提案被 ban 掉，你们都怎么说？我不会，什么意思？你的意思说，太宝宝说，哼。我的设计从来没有被退稿过。哇，现泡就像绿茶。哎呦，不行，我们就不是现泡啊。绿茶的就像现泡，要有那个的吗？还有什么吗？感觉好像快要到了，我觉得这句有点快到了。不要有难喝的感觉，是对方不懂得品味的感觉。嗯，想一想，煮煮泡久一点才有味道。可是如果煮煮泡久一点才有味道，可是如果我
他第一次见到我，我就十天没有洗头怎么办？他就第一眼就不行啊，这不行，这个也差了点味道，这不对。再来，再来，啊啊啊，ban掉 ，ban 掉。现煮就像品质优等的绿茶，它不是现煮，你们不可以现煮啦，不可能吧？那是变坏。我不管你有没有洗，我都会坏，要丢掉。十月没洗，闻到应该直接送医院。对啊，所以对不对？哎，对啊，对，不能，不是现泡的，我们不是现泡的，我们不是。我们就不是现泡的，如果我要卖，我绝对不会是卖现泡茶，现泡茶是我们家三爷在卖的，不是我。我卖的是瓶装茶、欸、瓶装茶如果说是现泡的，我会被那个消基会搞。开玩笑，没有没有没有，我开玩笑，我真的开玩笑。 I'm sorry 原来嘴巴乱讲话。十天没洗的你可以不喝，但你一定要请朋友喝。这个吗？你有过十天没洗头？没有，我最多是七天没洗，然后那时候是冬天，然后都没有出门，然后呢我就，而且我那七天都没有出门哦。我为什么七天都没有出门啊？放假吗还是什么？然后我七天完全没有出门，然后我就是早上起来滑手机，然后吃饭，然后睡觉，再起来吃饭，滑手机，睡觉，晚上，隔天早上再起来滑手机，晚中午睡觉，晚下午起来玩手机，晚上睡觉，然后七天。不是哦，不是哦，不是，那个时候不是，还是我小时候的时候， maybe 国高中。你对我那句有什么看法？来看一下，看一下。你是不是没买过瓶装冷泡茶？哦，你说里面有茶包的那种吗？你是说喝一口让你快乐，喝两口让你早登极乐？这个谁敢买？七七不能忍受，我会被骂。熬制七七四十九天的绿茶。七姐可能会杀了我，回甘就像现泡。还是九点半了啦，我们没事聊什么绿茶文案啦。你看九点半了，是谁开始的？好像是我。开幕战见，开幕战见哦。开幕屋战见，大家开幕战见，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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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耶！九号没有你，对不对？对，回甘就像风味独特的味道，应该是风味独特，就像回甘。不对，应该是风味独特，让你真的回甘，怎么样？我怕风味独特到真的像回甘了，要回甘了。十号见，在哪里开幕啊？在新竹。九号有施雅雅哦，没错，有我们家雅雅哦。不对，是有班的时候见，都要见哦。让你欲哭，哎，是。欲哭无泪，哎、欸，回甘让你最对味。原子初，你是什么 slogan 大师吗？我疯掉！回甘让你最对味，永远痴心绝对。不要再跟我说我怎么来了、oh, 那我下次见到你就说你来了，没有在，你来了，怎么样？是说要换字界吗？你是说
风味独特就回甘最就我刚说什么回甘最对味让你痴心绝对。好的，为了这一段刚刚买了查理王绿茶。还一碗呢。回甘就像回甘就进入浓醇的味让你欲哭无泪。这怎么感觉像是那种什么什么胃食道逆流定的那种什么什么广告之类的。练习要加油，要舌头打结，要加油哦。好的，谢谢，好好休息。好呀，那你这个月要尝试喊看看吗？我当然不要啊，怎么可以随便乱改我的 catchphrase？ 这是我未来要绿茶王的 slogan 欸，终究还是要欲哭无泪吗？不能痴心绝对吗？记得要好好照顾自己。投稿饮冰式茶几啊，欸，好像不错。不行，这是我的绿茶王 slogan， 不可以，不能被我的竞争对手发现。开玩笑，没有，真的没有要，请大家千万不要期待我开一个绿茶王，真的，拜托。哎，就是 kidding 哦 ，JK JK 哦，哈，大家 just kidding，OK、okay?。绿茶可以改乌龙茶吗？乌龙茶王吗？不行。只能绿茶王。什么？你要穿 JK？ 真的假的啦？吼吼！想看呢、欸？你什么时候要穿？公演吗？那你跟太宝宝讲一声，你让他准备最摇摇的那一套给你穿。绿茶半发酵就乌龙茶啦。说真的，其实我比较喜欢喝红茶。但是绿茶我觉得绿茶其实搭配叫什么特调很好喝，但是红茶其实我最喜欢单喝。什么？我的衣服厚厚可能穿不下。好好看，跟你讲过多少次了，不可以这样，你要可以穿一下太宝宝的衣服。有人骗我打勾勾，什么东西打勾勾？有趣，要我下次握手会要穿女装握他，我也好期待哦。但我没有要去握他了，哎，太宝宝太瘦了啦。来，来哟来哟，吼吼酒单一定要的对吧？来哟来哟，第十名。剑骨宝贝，第九名博成宝贝，第八名黑杰克宝贝，第七名推推宝贝，第六名吼吼小姐，第五名阿贝宝贝，第四名嘎嘎比宝屋，第三名西恩超级无敌宝贝蛋的面面宝大头贴，第二名之大福哥宝贝蛋之猫咪大头贴，是猫咪吧？这应该是只猫吧？第一名之欧比王宝贝蛋，欧比王宝，哎，我们刚说欧比王宝贝蛋的另外一个名字是什么？绿茶，欧比王，对对，欧比王宝贝蛋以上，欧比王宝贝蛋，欧比王没了，什么东西没了？你没了是不是？我就知道你看到我的颜值就没有了，啊。你爱惨我了，天哪，我就知道，讨厌，让你这么诚实。没其他名字了哦，没有其他，没有了，有啊，我以为我们刚刚讲的是那个叫什么王欧比我们刚说什么比比宝宝吗？哎，可以啊，你以后就叫比比宝。谢谢比比宝，以上我的宝宝们，谢谢大家，谢谢比比宝，比比宝第一名，晚安，晚安，让我们说一声晚安。我的宝贝怎么变成女王了？谁是女王？谁？你的宝贝是谁？说，是谁？下个礼拜见。下个礼拜是什么？下个礼拜是什么？
下个礼拜就要见了吗？我们下礼拜是什么？等一下，没有吧？有啊，下礼拜就直接主场了。Oh my gosh！ 不可能，球赛见。我的宝贝就是你，对不起大家，忽然间打了一个很大的哈欠。好了，我差不多要关播了，我要准备 来去先。首先要先去瞧一下事情，第二件事情我就要去准备一下东西。接下来下一件事情就是我要来准备。我完蛋了，我还有一件事情，等一下哦。首先我要先瞧一下时间，然后接下来呢要用一下东西。还有一件事情，我刚刚说什么我忘记哦，我要去下载一下，等一下哦。然后练习时间东西 ，OK， 练习时间东西好。练习时间东西好 ，OK， 大家拜拜。你是不是想睡了？其实还好，我觉得我现在状态还不错，但是就是你知道，有时候讲话讲太就是太长一段，然后没有呼吸的时候呢，你就有点脑一点点缺氧，然后你就需要打个哈欠，让你脑充氧一下。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吗？我知道你一定明白。I love you。好，我要关掉了，大家拜拜。大家再见，大家拜拜，下个礼拜见，我爱你们。你看有没有脑子嘞？我当然有脑子啊，生气耶，受不了你哟。OK， 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念主哦，真的是，记得去洗哦，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大家拜拜。大家你知道最近很流行那个指甲很长，他这样，但我现在没有指甲，我现在剪得很齐，没有办法这样。大家拜拜，我可以这样。大家拜拜，不要留，我现在没办法留，我现在指甲一留出来就断掉，一留出来就断掉，好痛。指甲，拜拜，比比宝。还有阿秋，阿秋，阿秋，好了，大家拜拜，我要关掉了，大家再见，撒哟啦啦，拜拜，志霄，哦，拜拜，我爱你们 ，I love you， 我才刚要关掉哦，撒哟宝宝，撒哟宝宝刚进来吗？撒哟宝宝，拜拜。哇，三个宝宝哇，拜拜，三个宝宝拜拜，叫米米吗？叫我干嘛？你为什么今天都没有跟我聊天？你被骂掉了，你被叫米米吗？叫米米吗？拜拜，我刚进来而已，没关系，我才要刚准备要关而已，我才刚开声音而已，没事没事，我才刚说而已。我才刚好凶哦，三宝宝，三宝宝还直接被骂字哎，你看，收牌收牌，我哪里凶了？我才刚吃完麦香鱼，我最和善了，真的吗？那你背着扇子跑吗？你错过 Rock 女装，可惜了。Rock 女装真的很正哎、欸。Rock 什么时候穿女装了？我怎么只知道 I love TP 27是什么意思？他握手会第二天啊，好可惜哦，真的好可惜哦。好了，我真的要关掉了，大家，我真的要准备去那个了。洛洛子真的超正的。I know， 我知道他每次都过来这样艳压群芳，讨厌。来人啊，照片传给他呀！快去忙，快去忙。对，我差不多要去忙了，真的要去忙了。大家拜拜，我爱你们，拜拜噜，巴巴噜，巴巴噜，巴巴噜。